要下去弄的，先不要。还没有关。那晚一点，大概四点半。
你要先讨论，然后再之后再算完账。就先不用，我就想不急。所以第一行的话，你看到吗？先到的同学，你们可以把上礼拜的学习单拿出来，然后你们先讨论学习单里面的第二题，汇整出，上次助教应该说三个吧，那你们汇整一下你们的答案，然后汇整完之后到讲台前面来找我，把你们汇整出来的结果告诉我，然后先依照上次游戏的分组做。到的同学先讨论你们作业学习上作业的第二题，请讨论出五个就是方法，那提高一分的方法，然后讨论完之后上台找我。上次没来吗？都有带嘛啊、哦？那现在就是。
是同一组的，请你们讨论一下，把那个第二题他会整的的答案，然后一会整好了，赶快我秘书录啊，录到助教那边去，他马上给你们打下来啊。好，第二组在哪里？好，第二组把你们的活动单举标一下啊，因为这个等等下课也要收集起来，是你们上一次的作业的成绩啊，所以要。小个人的也要收，小组呢要会一个第二个题目的共同答案，如果会好了以后就用最快的速度到助教里面，我们也是按照你们的组来加分啊，最快的速度加的分数最多啊。好，第三组在哪里？好，也是一样活动单啊，你们的等等会期以后交但是交以前你们先把第二个题目的答案然后汇整成五个答案，然后等等的议论完的就先来，越早的分数加的越多啊。第四组呢，第四组啊也是一样，自己的作业单也要交，等等先把你的作业单彼此汇一下答案啊。然后第五组，第五组啊，好，也是一样，不要忘了你个人的作业单还有小组的讨论啊。好，第六组，好，也是一样，速度快快一点，快一点就拿到助教这边来，赶快先登记先打啊。好，我们就赶快讨论。好，每组的呢预备一位代表报告你们的五个不行动的原因。
好，第一个组预备好再写，然后就要先换别组了。好，他们在输的时候，我们来讨论一下上次的问题啊。等等，我们再请各组来报告啊。我不晓得你上次玩完上次的，啊，我们说的模拟的一个，算是模拟的一个情境啊。不晓得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啊？不过对我自己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哇，还好它是假的，还好它是假的啊。那所以才会有回去的作业啊，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各个地方的情境啊，不管是海洋也好啊，或者是我们生存的环境也好啊，其实真的已经在那个快要往下已经不救的那个关键点，就是那个关键点了啊。所以现在做这个游戏，为什么我们希望大家有一个亲身体验的？经历啊，因为有时候平常讲东西那个深刻度不够啊，你自己亲自体会的时候才发现那环境的变化，你以为正好的时候，其实它里头已经是非常危险了，然后接下来马上就没有办法救了，整个就往下就下泻就没有办法停止了啊。所以我们可能会面对一些的问题，要放在心中想啊，就说。其实我们的生存是跟环境里头很多的因素的维持啊是很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会面对一个问题，公共财的问题啊，那个到底是属于谁的？比方说海洋里头的鱼类，比方说大自然里头的空气啊，比方说我们每一天要用的水资源啊。到底谁来管？好像空气就在我们日常生活随时都有啊。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啊，我们常说我家门前有条河啊，等等啊，这个小的时候，在我这个年龄小的时候，其实那个河还蛮澄清的啊。然后常常河里头真的有小鱼啊，那个水沟啊，那些都很多鱼啊。你现在很难想象啊，那水沟里头会有小鱼啊。所以那环境的变化已经非常大了，所以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水要去花钱买，说不定不久你会很难想象，说不定会发生空气也要花钱去买，才有可以呼吸的空气，说不定有一天也变成
这样的地步啊。所以我就要问这个问题，这些东西看起来本来是属于大家的啊，应该是大家一起来用一起来管理啊，可是问题是到底谁把它破坏掉，到底谁把它破坏掉的？那个到底是属于公共的东西还是属于私人的东西啊？谁才有权利来管？是政府吗？还是生意人？还是开工厂的人啊？还是我们的那个厂商，最赚钱的厂商啊？到底谁有权利来管这个东西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意义，因为这些东西是串在一起。比方说空气，你不可能说我自己好自为之啊，把我家的空气搞好啊，那没有用处，因为它会流动的，它会流动的。海洋也是一样的啊，你说我没有烂土啊，说别人烂土啊，所以整个海洋就受影响啊。所以今天我们就会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叫做公共财，大家一起拥有的财产。所以公共财到底应该怎么管理，要不要管啊？那谁来管，怎么管啊？其实就遇到了我们今天在讨论的这个问题，也是上一次不知道同学有没有注意到，大家已经发现有危机了啊，然后催促着大家开始想要讨论，想要面对这个问题来解决。可是你们上次有没有解决？没有啊，大部分大概好像五组以上都同意啊，只要有一组不同意，那你要拿它怎么处理呢？啊，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所面对的问题，不管是二氧化碳也好啊，不管是各地的资源也好啊，那不管是水也好，我们大概很快都会遇到这样的议题啊。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不思考这样的议题啊，那明天你就是要面对这个议题啊，你要怎么样来处理它啊？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讨论的一个观念啊。所以我们今天在今天的课程讨论完之后，我们会带一个观念，那个观念叫做土地伦理啊。很多东西它不会讲话啊，谁替它发声呢？那我听可能听到说土地，你以为是说泥巴叫做土地啊？那这是出自一本书啊。这本书的话呢，我有把它带来，不过这本书目前已经绝版了啊。这本书是天下出的，叫《沙郡年记》啊，沙子的沙啊。那就是说一个有沙的地方，然后记录它一年四季曾经发生的事啊。所以这位作者的话，他叫做里奥珀德啊。那他是我们说到我们刚说土地伦理啊，生态学者，生态伦理之父啊。我们尊称这个作者是生态伦理之父啊。那为什么说他呢？因为他是最早提出这个观念啊，因为大家都认为说，自然的东西都尽量用嘛，永远用不完嘛，啊，所以所有的人的心态的话，就是说，哇，我们人类很伟大啊，我们可以掌控所有的东西啊，所以呢，就按人的需要去用各种物质啊。可是呢，他没有想到，其实人跟他周围的环境，不管是生物也好，无生物的环境也好啊，是息息相关的。有一天你周围的不管水也好，空气也好，土壤也好，其他的生物也好，植物也好，动物也好，微生物也好，当它们发生了灭种或者是受影响的时候，其实整个生态系统都垮掉啊。然后都垮掉的时候，人也不可能活得下去啊，所以他就用这观念来说，
就是说所有的东西啊，大自然里头那种物质，它称它做土地。你不要想说啊，土地就是土地啊，不是，它是说所有的大自然里头的那些物质啊，水啊，空气啊，等等其他生物啊那些，反正是你以外所有的东西啊。那么他们都有生存的权利啊，那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到它是不是被掌握到啊，不要太以为说它又不会讲话啊，所以我把废物都丢到土壤里头去啊，然后养猪的废大便水啊，都把它冲到河流去啊，反正是我家的权利，我赚钱就好啊。那个可是没有想到，其实呢，环境被污染的时候，最后他也活不下来啊。所以会用这样的角度重新思考以后，就会鼓励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啊。为什么我们要带这个课？就是每一个人，你都要关心你的生存的权利，因为你没有办法离开那些物质，所以那些公共的东西。到底要怎么样的管理啊？可能是后面我们要谈的最主要的议题啊。所以今天我们就会从上一次的作业单啊，上次的作业单来重新思考这个议题啊。那我们等等，大概最后一组打完的时候，我们就会请每一组来分享一下他们不愿意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的不愿意的原因就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问题，因为我们所有的东西。大概都因为人的自私自利啊，然后都把它剥削或者破坏的，已经到了那个危机的阶段。所以今天你如果不清楚这个问题，不关心这个问题啊，不采取行动的话，那你自己也活不下来啊。好，把麦克风就交给各组，来把你们的想啊，好，从第一组开始。报告啊。然后第一组，然后我们第一组就是第一个原因就是于志明对小孩身上有利，就是像说什么鱼肝油之类的，可能有些家长就说，我要让我的家长，我要让我小孩那个身上有利啊，所以我不要说什么，那个保护海洋啊，因为我需要那些那个鱼制品。所以我们想到一个提高意愿的方式，是去到其他营养食品来替代，不一定要就是从那个海洋那个萃取的鱼制品。然后第二个就是会降低渔获量。如果我们大家都保护海洋的话，那势必各个渔民所分配到的渔获量也会降低。那这样的话，一定很多人都说，那我不要，我那我不要保护海洋，因为我想要赚钱啊，对。然后所以我们要提高意愿的方式就是政府对于一些就是。遵守那项就是遵守保护海洋协议的那些人给予一些补助，这样他们可能会就是大家可能会提高说，啊，那我们大家一起来那个保护海洋。然后第三就是我们大家会认为说那个这个海洋议题离我们太遥远，就是好像我们并不跟海我们生活在陆地上，然后好像跟海洋没什么关系啊，对啊，所以那怎么提高他们的意愿，就是告诉他们说我们与海洋关联性，就是海洋跟我们其实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啊。然后第四个不差我一个，这也是比较自私的想法，这也是因为海洋真的是就真的是跟第三个讲的一样，跟我们太遥远。然后说那可能有些会认为说啊，其实有一些什么海洋保护团体在保护，那不差我一个没关系啊。然后但是我们要提高一个，就是要跟他说，如果海洋被破坏的话，受害者是大家，不只是丢一个人的事。然后最后一个原因是可能。有人会认为说保护海洋就是那一点点成效而已，可能看不出来说啊，我到底保护海洋有多多，不要用数据那个显示。那我们只能跟他说就是积少成多。好，谢谢啊。啊，好，第二组，就是我们就看到不同的人可能用不同的思考啊，所以将来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对策，可能你会这个时候在这个课里头就会提醒。好，请。就
要去捕那个小鱼，然后因为不捕小鱼，然后所以也会减少收成量，那这个我们只能就是想办法劝导，那不去哄抬价格，就可以提供更多元的食物，然后就协调好啊，渔夫。哦，就渔夫收入，就是你这个行动一定会影响到他们的收入，那怎么样分配才算公平？像上次有人说我的渔船这么多，可是我居然只能收到跟对方一样的钱，他就觉得不公平。啊，有些人会想说，就这么多的人在支持。多一个我或少一个我，对这种行动而言是完全没有差别的。这个就比较困难，因为他这个想法是蛮理性的，所以我们只能用口号来感召他们。那不购买鱼制品，就目前有一些鱼制品是海洋制品是较难以替代的，或是替代的成本比较高。那我们也是要想办法去找其他可以取代它的材料，就这些是可以科技可以克服的。那个口号是什么？就差你真。我是负责提出解决办法，可是不负责提出口号。对对，说用口号改造。用改造。所以被号召口号。好，谢谢你们啊。好，第三组。第一点就是我们知道，例如日本人啊，他们喜欢吃沙西米或者是米其林之类的东西，啊，那种东西对他们而言是很美味的，啊，要他们不去吃好像很困难，啊，所以这种时候我们也只能提供他相关的知识，告诉他们要怎样使用。再来第二点是渔业的盈利目的，他们本来就是靠讨海为生嘛，那你现在要他们去少捕一点鱼，那等于是叫他们少赚一点钱，那我们可能就是用那种政府的规范，叫他们一定要以什么样的价格售出，然后来减少民众购买的量。那第三点是可能你告诉现在的人说，哎，哦，你要少吃鱼哦，你要少吃深海鱼类，啊，但是他们可能也会觉得说，都是你在说，啊，凭什么告诉我们，就要求我们要这样子做？那当然，解决方法就是从可能国小教育啊，就告诉他们说，哎，现在海洋是我们很重要的资源，那必须要少吃一点鱼类这样。那第四点就是，我们现在养殖鱼类。比如说什么台湾鲷啊、乌龟鱼这种东西，就有些人印象中他们是很吃起来味道很不好的，还是坚持要吃鱼类。但是其实像现在的台湾鲷味道已经比起以前好很多了。对，用科技改良的方式来改造养殖鱼类。那第五点就是营养价值，像刚刚前面不知道第几组有说到它的那个 DNA 价值什么的，对，那你就提供它。可能有不同的食物可以有一样的那个营养价值，或者是营养补充品可以代替它这样。好，谢谢啊，所以教育也是很重要。好，下面第四组。好，就是第一点的话是鱼群的成本问题，就是因为如果在禁渔的时候，就是像在东港那边，它明花虾是有那个禁渔期的时候，它的渔船停在港口里面不出去，本身就是一种。然后那段时间他们没有赚的部分也都会在成本里面，然后这种情况他们那边的处理方法就是我这里说的用法律规范，他们是强制禁止，就是如果你在禁渔期出去捕捞，对，是直接罚款，然后还会被撤销那个捕捞证，所以说就是用法律规范强迫他们就是接受那个保护的方法这样。那就是经济效益的话是属于地区型的，就是如果这个地区就专门只靠捕鱼来产生经济效益的话，他们可能就是整个地区都不愿意配合，甚至连那个地方政府也都不愿意配合，这个时候就要靠中央政府的补助，就是补助他们在禁渔期
后还有别的工作可以做，或者是那个单纯的那个失业补助之类的。还有就是你不一定要吃，有些人讲说我不吃鱼，我可以吃别的东西啊，或者是如果把海洋搞烂了，我就去吃路上的东西。但是就是自然界其实是环环相扣的。那这种看影片就是说，他们把那个海里面的那个掠食者，就是把那个大鱼都捕掉了，就变成小鱼长很多，然后最后变成海藻也越来越多，到最后就是小鱼全部死光之后，海藻盖住整个海，然后整个海变成死水，然后最后就是整个陆地也都会开始崩溃掉。就是说，自然其实是环环相扣的，比较强烈的寻找这个概念。还有就是有人会认为说，大海啊，自然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其实这是非常荒谬的一个想法。就是必须要从那个教育来进行那个正确观念的灌输，那最后就是虚荣心，就是因为大家想到嘛，吃海鲜这三个字感觉就非常的高级，很多人就是会为了单纯的虚荣心去请人家吃海鲜或者吃海鲜这样，然后有些东西其实你根本不一定要透过海鲜来摄入，然后鱼翅那个胶质你吃木耳的那个效果还比较大，但是你就硬要吃鱼都是种虚荣心，这样吃鱼自然吃木耳感觉就差很多，所以就是要藉由整个那个整体社会价值观的扭转。来进行那个提高那个保护的意义。我觉得最后一个蛮有趣的啊，以前说不定我们要给他们一个观念，能够用最少的钱吃到最有营养的是最智慧的，所以花很多的钱才吃到比方说鱼翅跟木耳的价值都差不多的话，我们就会笑他好愚蠢的，因为钱有很多用处，不一定非要把它吃掉啊，所以慢慢改变这种的价值观。好，谢谢第五组。我们这一组第一点是渔民可能会没有收入，因为毕竟渔夫他们如果不捕鱼的话就没有收入啊，所以他们只能拼命出海捕鱼。但是如果说今天政府有给予那些从事渔业人民相对福利的话，就可以避免他们过度捕捞。那第二点就是跟前面很多组都一样，就是不差我一个人，因为环保人士已经够多了。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抱有这种想法的话，那些进行海洋保护活动人只会越来越少，然后那些坚持下去的人只会做得越来越辛苦，而且成效也会越来越小。所以其实很常常很多时候就是差你这一个而已。那接下来还有一点就是，其实在海洋中有很丰富的石油还有天然气资源那一类的，所以大家会觉得说我为了要有这些资源，所以我不想要去保护海洋。但是其实我们可以发展更多再生能源啊，而且如果再继续使用那些石化燃料的话，地球暖化只会更严重而已。那第四点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不吃海鲜，那我干嘛要去保护？但是就像刚刚前面有说到，其实全球的生态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不管在任何一个环节，陆地或者是海洋都很重要。那最后一点就是别人都在吃，为什么我要特别去保护它？我也想吃啊，我想吃多少吃多少。那其实全球的环境是共有的，今天如果这个东西没了，那别人都吃完，那你要吃什么？如果别人是吃你要吃的，那你也没得吃啊。对，就是这样。谢谢。好，谢谢啊。所以谢谢第五组的报告。好，我们看第六组啊。一个就是说不差我一个，然后反正就是说，反正我一年要吃不了几公斤的鱼，我吃多少就没差，就不会因为我吃这么少，海洋就崩溃，然后就会想说多一分就多一分力啊，因为虽然自己尽的力很少，但是会起来的人如果越多人有这种想法的话，这个世界才会有所改变啊。如果每个人都抱着这样子错误的观念的话，那这样子是那个意愿也会降低。然后第二个就是不了解海洋所面临的状况，觉得说海洋不是就很大很大很大，然后里面的鱼就多又多又多，我们生态66.7亿多人人口而已，吃一吃应该没差吧。然后就是要宣传海洋相关知识，让大家了解海洋跟我们之间重要的关系，而且不止在海洋，还有在其他生态上面啊，地球资源的都跟我们有关系，都是一样重要的。然后第三点就是，有些人就觉得说想赚更多钱啊，现在这种捕鱼的季节刚好去捕，大家都去捕，你不去捕，还是被人家捕走，
以他们就于是就把他帝王打尽，没有留下一些那个让他可以继续再生的传承。所以到时候你虽然你一下子就赚了很多钱，但是你后来失去的是更多可以得到享受那些资源的机会。然后第四点就是，有些人觉得说，反正有很多人都会出来保护，所以我就可以不用去在这一方面去费心。但是这也是一个错误观念，是觉得说这是别人的事，不是我的事。但是其实是地球上的自然资源都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因为我们都是生存在这个世界，这些东西都是共有的，而且都是每个人的责任义务要去保护的。然后第五点就是，有些人觉得说补赚白补赚啊，如果现在先补就以后再说啊。然后就是要强调资源是有限的，如果你这样子滥补的话，到最后失去的是每个人都是没办法再获得任何东西。好，谢谢啊。好，谢谢每一组的报告啊。你们加在一起的话，你就会发现，虽然我们在学生物啊，可是你会发现当生物进入到这个社会上来的时候，它这个议题的话可能比我们以为的更要复杂啊。所以在谈生物的议题的时候，或者是在谈，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说科学的东西跟生活没有关系啊，然后以为我们只要埋在实验室做科学就好了啊。那今天我们要告诉你，其实科学的很多东西，当它放在社会上的时候，这个议题就复杂了很多，可能不是单单的科学知识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你发现刚才有好多心理学上头的问题，有好多价值观上头的问题啊。所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时候，可能光靠科学不够啊，那可能还要思考法律啊、经济啊、人的本性啊，怎么样能够造成共同的利益啊。所以这里头的话，我们等等就会谈到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就是上一次我们看到的这个每一条船的情形啊，大致你们就会看到第四年以后啊，整个就下降。那这个的话也会发现，其实鱼的量的话，在刚开始的时候它已经在开始下降，所以重要的状况的话是怎么样，还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要解决，让它能够一直维持这样的量的话，我们就可以有序啊。所以一直要维持这个量的话，表示我们的渔船的速度就不能够无限的上去，所以要急涨的时候就要做一些的，就要思考说，如果我们无限走上去的话，一定会走到这样子浩劫的这种后果。所以趁它还在开始还在好的景况的时候，其实就要早一点为这个问题做打算啊，不要到最后的时候才来做打算啊。所以这个游戏为什么要先玩这个游戏？因为它是一个虚拟的，当你体会到这个关系的时候，趁情况还好的时候，早一点警觉，早一点做规划，早一点做安排，这个时候让这个渔获呢永远永续在那里啊，那就比到最后什么都没有来得好很多啊。所以这是上一次的作业，我们希望大家重新思考的问题啊。那我问一下林雅这边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谢谢大家的分享，大家都想得很棒，就是比我一个人在台上讲还要更好。然后有人就提到有一些制度上樱花虾的例子，那我觉得制度或许是可以帮助我们的，那还包括一些认证标章也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后面的这个机制。所以鼓励大家就是要用有智慧的方法去选择，那遗产或者是大自然给我们的东西，我们都是可以使用的，然后我们合理的去使用它，我觉得这一定是可以生生不息，让我们人也可以很开心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好，谢谢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学校最近有一个新的课程叫做花领域的这个课程啊。当这个课程的话呢，
是学科学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他可能也要社会学，也要心理学，也要经济学，也要其他政治学、法律啊，这些三三加在一起，然后共同来思考用什么方式能够突破这个问题的。所以刚刚有一位同学举例举得很好，那我们东港的樱花虾啊，那么他就是做得很好，他已经可以让那个虾能够维持它继续的适当的捕获量，这它不会自然发生的，是有人去关心这个议题，而且关心这个议题的人是跨领域的，然后大家集思广益啊，共同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刚刚说跨领域的这个学科的话，那其实它最近在我们学校还有所有的大学现在都在推这个课程，大概是大学三四年级还有研究所啊，那他们鼓励的大家就是说把现在我们社会上遇到的很多议题，然后把想要把它做解决的方案，然后这个解决方案需要有不同领域的共同来集思广益来突破这个问题啊。所以如果你在海洋学院或者你在管理学院，你们这两个学院目前有两个课程是属于这样的课程啊，就是回应到真实的社会的议题，想要突破它。那刚才我们跟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啊，就是Leopold 的啊，那么他是出生在1887年到1948年啊，那么其实他是毕业在耶鲁大学的森林系的，那后来的话他任教在威斯康星大学啊，也做一个环境的一个经营管理者啊，一直到他去世啊。他的名字为什么会被提出来？最主要的话，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就是我们刚给大家看的这本书啊。这本书里头，表面上看起来他在描述他那个家乡里头，他所处的那个环境里头，一年四季生物的变迁变化，写得很像散文一样啊。可是他其实真正最受大家重视的地方的话，其实是在他的第四部分啊，就是消失的野地啊，他为土地发出了一些声音啊。那我们说的这个土地，不是说泥巴这个土地，而是说所有的生存相关的那个物质啊。那么他们不会讲话，但是必须要有人替他发声啊，否则的话，所有的人类都没有办法生存。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啊？那么那个观念在当时啊是没有人听得进去。大概他死后30年左右，大概1970年左右，人们才开始警觉到他说的问题的重要性啊，所以也尊他为环境保育之父啊。那么在他所谈的观念里头有几个词啊，如果这个词你不了解意思，可能会误解他这本书所说的意思啊。第一个词他说的 community， 我们说的社群啊。那么他说的 community 的话，是说彼此相互依赖的成员所组成的啊，所以那个里头的一份子都是跟这个相互依赖有相互依赖关系的，这整个称作社群。然后他说的土地伦理，那个土地的话也不要误会了，因为他的土地包含土壤、水、植物和动物啊，所以他把社群的领域扩大，总称它为土地啊。所以这两个词你先要了解，然后你才看得懂他这本书啊。那个丽华，你把旁边有一位同学在睡觉，到底要不要你请他出去洗个脸吧。出去洗一个脸没有关系，因为有的时候二氧化碳很高或者人累了没有问题，洗一个脸然后有精神再进来了。好，那为什么还要谈这个观念？就回到我刚才所说的那个资源的话啊，是有限的，我们一定要智慧的使用它才能够长长久久啊。所以呢，你一定不要因为那些东西不会发声音啊，你就把所有的废物倒到它里头啊，滥用它等等啊，因为你伤害到它，其实就是伤害到你自己啊。所以所有的土地
就我们刚刚说的所有的相关的物质，其实它都有继续生存的权利啊。你必须要维持它继续的生存，你才可以生存下去。他是用这个观念来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要用这个观念？就像你刚才做船长的时候一样的，那时候的人都拼命想赚钱，我是个征服者啊，好像所有的资源都任我取用啊。那啊，当我们用这样的角度的话，你会发现很快，这个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个系统就被破坏掉。所以这里头他非常非常的提醒，不要以为自己为聪明啊，其实聪明反被聪明误啊。他这边是特别特别提醒我们不要做那个征服者的角色，以为人啊，然后发展了很多的机器，很了不起的。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因为征服者他们都以为他什么都知道啊，所以他可以掌控所有的东西啊。那你现在看，当人用这样的角度在经营周围的世界和物质的时候，最后都是毁的那个状况啊。所以其实等他毁的时候，他才会发现，其实他什么都不知道啊。比方像二氧化碳，谁想得到？有一天这个二氧化碳的量高的时候，造成了气候的变迁，造成了像现在欧洲那边的各种的气候淹水，然后美国龙卷风啊等等啊，所以很多东西其实你真的不知道。所以做任何的决定的时候，所以在土地伦理学里头，它比较在强调的就是人类与广大的生物社群之间的关系。不要以为我们可以离开那些关系而能够生存，要注意我们跟他们都有关系的啊。所以这个由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不要用切割的角度来思考你跟其他物质或其他生物的关系，可能要用整体的角度来思考你跟其他物质或生物的关系啊。所以当你顾虑到自己的时候，你也要顾虑到其他的生物还有那个生存的环境啊。所以这样的话才能够保障人类的生存。所以这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啊，你是跟他分不开，你是他的一部分啊。所以不要以为说你可以切割他啊，然后做你为所欲为。如果我们看到大自然的话呢，生物或环境之间其实只有两个因素在里头运作，一个因素就是能量，一个因素就是物质啊。所以能量的最终来源其实都是日光，然后最后经过光合作用或者是其他的生物啊，然后最后再以热的形式失散掉啊。所以这是能量流动的方式。可是物资的话只有那么多，它是在这个地球上重复的被使用啊。所以这里头你会发现说，为什么常说生物多样性啊等等啊，抱歉，最主要的话就是这个系统。如果这个系统越复杂，然后它的稳定性越高啊。如果这个系统啊非常单纯的话，所以任何一个里头的生物如果受到影响的话，整个系统就垮掉啊。所以看到台湾的话，你要再一次为我们生存在台湾要很心悦啊。为什么？因为台湾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多样的环境啊。所以因为它的环境是复杂多样啊，所以每一个环境里头都有适合那个环境生存的生物啊。所以台湾的生物的种类非常多啊。所以这些生物种类之间啊，就造成这个非常稳定的一个关系。但是台湾也很可惜，因为台湾的人实在太多了啊。那人很多的状况也是没有想到这个有趣的问题，也是自私自利，只顾到眼前啊。所以当这个系统受到影响的时候，其实最后是我们自己也活不下去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个议题？希望大家在年轻的时候就注意到，有这个经历以后，将来在你们生活的情境里头，知道怎么样回应，不要再冷漠啊，因为那个冷漠，然后任凭那个财团或者是很多那个占了好
处，但是把缺点都留给穷人啊，那些的这些厂商啊，不要让他们占据这种好处，然后把土地破坏了，然后把空气污染了，使人得癌症，然后他都迁厂搬到别的地方，拍拍屁股就走了啊。所以很多这样的厂商，所以我们在早早的时候就要注意警觉这些现象，让很多的物资能够智慧的被使用。所以他这一本书里头强调三个观念，第一个观念啊，就土地是社群，这是什么意思？他就是说土地是指动物、植物、土壤、水和人类所共同组成的，所以呢，我们都是它中间的一份子，我们是互相依赖生存的，所以你一定要把你周围的生物还有无生物都要环境都要照顾好啊，因为你是跟它不能分开的。第二个他提到啊，就是不要再对我们的土地，就是我们周围那个不会讲话的物质更漠视它了啊，你要对它有感觉，你要了解它，你要接触它啊，你才能够对它产生爱和尊重啊，才能够发现其实你的生存是跟它非常有关系的啊。这是第二，你要知道我们现在的人几乎都很少接近真正的自然，我们大概都在人造物生存啊，房子，然后柏油路啊，然后冷气房、车子、别墅，然后就算你出去游憩的话，你也是在五星级的饭店啊，它又开垦了一个海滩，对不对？你都是在人造物里头生存，你很少在真正的大自然里头生存，所以我们对大自然完全没有感觉啊。那这也是他在这本书里头提醒我们怎么样在跟大自然开始恢复那个关系和感觉啊。第三个也是很重要的，所有的文化，我们刚说啊，只有鱼类不见，其实鱼类不见了，跟鱼类和海洋相关的所有的产业文化其实都崩溃掉啊。所以文化是由那个我们刚说的土壤，这个是广义的词啊，孕育出来的。所以世界上有那么多丰富的不同的文化，那其实就是因为它的周围的环境是非常丰富多样的啊。所以这是在这本书里头提到的观念啊。那我们的台湾的话，过去我们没有这一类的知识啊，所以很多的财团啊那些，把我们的土地还有把我们的资源破坏的很厉害啊。那今天的话，我想我们学了这个课，做了 Fish Bank 的活动，你要开始有感觉啊。怎么样让我们周围的环境在它还可以的时候保护它，让我们能够永续啊？所以要尊重和我们共同生存的大地啊。这就是环境伦理所强调的啊。那如果你看我们人类的演变的话，你会发现过去的话，人很怕大自然啊，所以以前的状况，人屈从于自然。然后接着的话，科技发展，工业革命之后，哇，人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所以呢，就觉得人的话呢，可以人定胜天啊，所有的大自然都任我摆布啊，人定胜天。但是现在呢，我们发现哇，不行哎，我们跟我们周围的生物是共同，都是生命的共同体啊，要和谐的相处啊。那最后的话，我们发现连那个环境我们都不能轻忽它啊。所以我们从人类中心的伦理走到了生命中心的伦理，然后走到了生态中心的伦理啊，然后再走到，可能你会看到地球整个它的位置等等啊。至少我们可以发现，我们曾经经历过怕大自然，然后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征服大自然，然后现在我会走到我们跟它是一体的，必须要爱护、尊重我们生存的环境和生物。所以，再一次会用比较谦卑的态度来看人类，还有它所生存的环境。那这就是我们做 Fish Bank 的时候希望带给大家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那这是我们今天课的第一部分啊，等于把 Fish Bank 的部分带一个结束啊。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要进入第
那进入第二个议题之前的话呢，我们需要同学再把你们的组别分恢复我们原来的四个组吗？是四个组啊，恢复四个组啊。那我们还是一样，跟过去的上课的方式一样啊。我们会有两个活动单啊，第一个活动单是课前小组做的啊，然后第二个活动单我们是课后小组讨论的啊。我们今天要谈的议题，当你了解我们刚刚说的土地伦理或生物和环境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要谈一个议题啊，这个议题就是生物啊，有些时候有些入侵种，外来入侵种，它对我们的影响。好，先把活动单发给大家。好，我们请大家先恢复你们的组别。我们同学 C 一组坐前排，然后 A、B 坐后排。
好，第一个问题，你认为外来种很好，它可以帮助我们生物多样性啊。那么赞成这种观点的，请举手。那一组，反对这种观点的，请举手。好，那我们就请前面这一组的一位代表来说一下，你为什么反对吧？麦克风不传给你，拿被告的。前面一位。不一定啊。为什么？因为可能，因为你不知道它会破坏它的当地的生态体系啊。所以不要以为说多一个种类就是增加生物多样性啊，要看。好，所以不是说把一个生物引进来，我们就生物多了一样啊，所以要小心这样的判断啊。好，然后我们看第二个题目啊。象福寿螺，它已经对我们的环境造成影响了，我们还能为它做什么呢？有没有哪一种有回应的看法？当那个入侵种已经造成灾害的时候，我们还能怎么做？啊，有没有人有答案？第一组的，你们怎么称它 ？A、B、C、D 吗 ？C、D、M。好，我们请 A 组。当已经造成灾害怎么办？像比方像福寿螺。好，请。就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想办法先断绝它的出入，然后再看看有没有办法借由一些比较自然的方式来处理掉这个危险。如果没办法的话，就要找出能不能使用一些化学的方法，但是尽量不要伤害到其他物种破坏的这个方式。好，所以福寿螺真的到如今都造成很大的问题了，其实我们也很难解决啊。所以我们先介绍一点基本观念啊。然后我们看一个影片，然后我们再进一步来讨论今天我们所做的。好，我们刚说除了人类的活动啊，会造成环境造成很大影响，像我们说就是买船啊，然后拼命捕鱼啊，然后海里的鱼都受影响啊。那其实我们人类的很多行为，除了海底它在海上捕鱼以外，其实我们还有很多行为，其实也会造成环境很大的影响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谈一下刚才我们说的外来种入侵。那这个问题的话呢，不是像刚才我们很多人过去讲的啊，没有关系啊，反生物多样性多一个种进来啊，对我们很好，或者是那个时候觉得哦，这个产品进来，说不定可以把它的肉拿来吃啊，然后又可以养鸭子啊等等啊，我们一定可以赚大钱啊等等啊，它会有很多非常 romantic 的想法啊，可是真的引进来以后啊，哇，后患无穷，因为它对原来的生物种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啊。我们来看看原生种与外来种是怎么样来定义它啊。我们说拿台湾来说，我希望有机会能够让你们看一个台湾的生态影片，但是我不确定我们的时间够不够啊。其实台湾我们说它是一个很多样的环境啊，所以这么几十万年的生存下来的话，它过去是跟大陆是相连的啊，那所以很多的生物在这边，那所以这些的生物在这边生长的话，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其实它们已经适应得非常好，很习惯这个环境。然后我们说生物之间是互相关联的啊，所以在那个环境也好，生物也好，和生物和生物之间的关系，经过长时间以后，很多种类互相的关系是非常稳定的，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状况，所以已经变成在当地非常适应的种类了。可是有的时候有意或者是无意啊，引进了一些的生物。那个生物如果在当地啊，能够融在原来的系统里头，不造成巨大的影响，所以原来的平衡系统还是在那边的话，也许我们不会这样的称呼它。
可是有的时候呢，这些的引进来的生物种类常常没有它的天敌啊，然后常常在那个环境里头就非常非常扩大的生存啊，所以使其他的生物都受到了影响啊。所以像这种造成了负面的影响的时候啊，那么这种的话，就是我们所带进来的，我们称它做外来种啊。那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原生种跟外来种。那有的是我们虽然像吴郭鱼也是我们引进来的啊，那么像樱花钩吻鲑啊，是我们台湾原生种啊。所以这种原生种和外来种，那么目前的状况都还生存得很好啊，所以我们还能接纳它。可是有一种状况就不一样了，因为刚才我们说有的种类它在原来的系统里头，它可以融入进去，不会造成太大的剧烈的影响。可是有的种类进来的时候呢，它完全没有办法控制啊，肆无忌惮啊，把所有的生物还有它的相关的环境都造成了巨大影响啊。那所以这种会造成负面影响的，我们称它做入侵种。所以虽然外来种会带进来，可是它有两种的称呼。一种的话就是在原来的系统里头啊，它能够融进去，还是维持原来系统的稳定，我们称它做规划种啊。可是另外一种就是造成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今天比较要谈的就是这种负面影响以及入侵的这种种啊。那像平常我们在马路上啊，随时都会看到很漂亮的马缨蛋啊。我觉得马缨蛋越来越漂亮，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啊？以前我记得马缨蛋我们只有一个橙色啊，可是现在的马缨蛋啊，它的组合的那个颜色，还有花色的搭配啊等等，非常非常的多样啊。那马缨蛋的话，目前在我们的台湾的整个生态系统还算好，不会造成很多负面的影响啊。所以大概虽然它不是本地的原生种啊，它是引进来的，不过目前看起来大家都还能接受它啊。可是呢，像布袋莲啊，布袋莲的话呢，它当时拿进来的时候，觉得它可以这个东西长得很快啊，然后说不定可以做鸭子的饲料啊等等啊，好像用处还蛮好的。可是想不到它的生长非常非常的快速。很快的就把水源的地方就布满了啊，所以这时候你才发现哇不得了了，它全部把所有的环境都占据啊，然后让下面生长的鱼类或其他的生物就没有生存的空间了，所以它开始造成了影响啊。所以外来种的话，对我们台湾来说啊，其实要非常小心。为什么说要特别的小心啊？因为台湾是一个海岛，台湾是一个海。那它的系统的话跟大陆是隔开的啊，那所以其实它对外来种是非常敏感的，非常敏感的啊。那所以在这个外来种的这个议题上，是我们今天要特别跟大家要谈的这个议题。不要以为外来种都是好的啊，对我们多一个种，那它会影响到原来的生物的生存的时候，就造成了入侵种啊，它的影响是非常大。那这是我们台湾常看到的十大外来入侵种啊，那包括小花曼泽兰、布袋莲、松柴线虫啊、福寿螺、河谷菜蛾、美洲红蚂蚁、红火蚁，我们等等会看这个影片。那这些的话，其实都是台湾十大外来入侵种啊。那像小花曼泽兰，有人说，哎，看起来还蛮好看的嘛，盖在树上绿绿的啊。你以为是这样啊？可当它布满这棵树的时候，这棵树就下面那棵树就没有办法进行光合作用了，所以它就对那棵树就造成了影响啊。所以它的蔓延也非常快，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入侵种。那这个也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福寿螺啊，又称它做金宝螺。那过去也说，哦，这不错啊，可以做食物啊，也可以养动物啊等等啊，
可是后来发现大家不喜欢吃它的味道，然后就把它丢弃了。想不到丢弃它没有天敌在那边嘛，所以它生存的非常快，所以到处都是它的卵啊，所以农夫没有办法清除它，所以每一年因为它而损失到我们的农作物的影响是以亿来做单位啊。那有的时候你不是故意把它带进来，有的时候是无意的把它带进来的啊。像有的东西你是故意带进来，那这是为了增加我们的鱼类鱼的食物啊，所以呢引进来的养殖的啊。可是有的时候会觉得想把它养宠物，或者在鱼缸里头清我们的鱼缸里头的长的苔啊，所以刻意把它引进来。可是引进来的时候呢，结果后来又不想养它了，像这个琵琶鼠啊，然后就把它丢到水里头去啊，然后呢到处它到水里头去了以后，在溪流里头也是所向无敌啊，所以把所有的溪流头的鱼类啊都受它的影响，这也是一个入侵种啊。有的是非刻意的引入，有时候你进来一些木材啊或者一些材料的时候被无意中带进来的啊，就像我们所说的红火蚁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这个红火蚁对我们造成的影响。一个例子啊，
罗先生一家人从老到小，每个人都有被红火蚁叮咬的经验。现在到田里工作，穿雨鞋、戴手套已经是农民的基本装备。因为如果一不小心踩到泥鳅，蚂蚁便会倾巢而出，发动攻击。这么严重吗？在灾情最严重的桃园地区，红火蚁已经入侵住宅区与校园。在桃园地区的医院，以往被动物蛰伤和就医的病例是以蜜蜂居多，现在红火蚁已经登上排行榜的第一名。去年春天开始就已经持续一年多了，那到目前累积上百个个案应该有。红火蚁是杂食性的动物，它非常凶狠，而且攻击力强。这位杀手级的人物已经严重改变了当地的生态。蚂蚁用那个屁股盯着你眼睛呢。哎，你看得到我？看得到。太厉害了！你看我厉害了啊！哎，你到底放下来？哎，这个蚁啊，这个蚁。农民说，现在田间已经静悄悄，听不到蟋蟀与青蛙的叫声。田里的生物都被吃掉，只能看到吃剩的骨头，甚至连它们也快要生存不下去了。现在放青蛙啦，种菜啊，种菜啊，你都无法做定啦，你都无法做定，哎呀，你都今天都把这个卖了，干什么？老王，都不要笑嘞，你头还脏嘞。美国早期对于红火蚁的入侵也不以为意，现在它一年造成了50亿美金的损失。蚂蚁工作是跟时间赛跑，台湾从确定红火蚁入侵之后，这一年多来防治的成绩是放在农委会与县政府，中央政府显然是低估了红火蚁的威力，在没有人也没有钱的情况下，而错失了蚂蚁的先机。在桃园的农田里，每走3步5步就可以看到蚁鳅。一年前，桃园县红火蚁危害的面积是3000多公顷，现在已经到了8000多公顷。今天有民众在台北市博爱路中华路一带发现红火蚁，台北市动物局人员据报以后已经前往扑杀。由于红火蚁繁衍速度快，毒性又强，被叮咬甚至可能导致死。红火蚁入侵首都，各地纷纷传出疑似红火蚁入侵的个案。在媒体大篇幅的报道后，人人闻蚁色变，一时之间，红火蚁成为政府部门的头号公敌。最近全台湾几乎是听到红火蚁就害怕，而农委会今天特别在红火蚁最多的桃园县示范消灭蚂蚁的办法。当然很急嘛，当时还决定就挖开了，那挖开的过程中就蚂蚁就开始跑了，那这个对干扰到整个巢的形式，反而造成这个有机法没有效果。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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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了阵风风。它并不会像更多的蚊子、像毒蛇、像很多的昆虫对人类有威胁，它没有那么严重。继续要带您看农委会下红火蚁宣战，在今天正式成立了国家红火蚁防治中心，将会依照交通号志，把疫情分成红灯、黄灯和绿灯三级。11月1日，国家红火蚁防治中心正式成军，防治工作终于提高层级。我们在我们整个行政院有一个中央防治红火蚁的工作汇报，它是由我个人担任的召集人。那么一共有相关的，像卫生署、环保署、教育部，都是我们的委员。那么另外也有3位学者专家，也是我们的委员。所以这个中心，这个工作汇报一共有12个成员。那我想说，我们是所谓借由两轨制，就是结合国家红火蚁防治中心跟我们政府的系统。中央和地方大家共同来做好这个防治红火蚁，甚至于扑灭红火蚁的工作。国家红火蚁防治中心是扮演整合中央与地方工作的角色，并且提供咨询与加强宣导的工作。另外，也研拟新的防治策略，与这个类似学术单位的跨部门组织能否发挥功能，还需要后续的观察。至少现在已经拟定出红火蚁防治的标准作业程序。调查发现大部分都是多蚁攻击，那你发现我现在挖下去已经很深了，还是它发潮还是上面还是有发潮，所以它大概是一个球形，但是球是浅浅的，但是在下面很深。红火蚁是住在泥土里，它的蚁巢呈锥形，内部是蜂窝状的结构，这也是它最大的特色。一个成熟的蚁巢可能有20万到50万只的蚂蚁。OK， 这是蚁后，这是刺形蚁后，这只有翅膀的，它交配以后它比较大只，所以它应该不是这个长尾。对，它不是，它是以后它跟它有交配，叫处女蚁后。它没有多只以后，它就会到旁边有多情节里长出来，这种速度会自然切变状况快很多。那我们要说，如果像植株下面有直接污染的话，抓进去它有可能形成一种的，这个是比较要需要去控制的。要消灭红火蚁，防止它继续扩散是首要工作。盆栽与营建土方都是它往外移动的主要途径。那么有关于种苗的这个，我们已经在11月15号，那么农委会已经发布，那么就是把红火蚁列为一个是我们防治的一个所谓的俗称的所谓的害虫，所以它所产生的这些移动的管制啊，如果是违规啊来移动管制的话，会被我们处分，最高呢是可以罚到15万元。那么另外一个内政部啊，在过去对于所谓营建的废土，事实上呢多年来他们在研究，但是事实上是一个蛮高难度的，可是反而呢借由这只红火蚁，内政部的营建署非常的认真，那么现在也研究出来，整对于所有的这个营建废土的移动管制，采取坚密的控制。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讲的所谓沙石。那么到目前为止啊，据经济部给我们资讯，路上的沙石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所谓红火蚁足迹。红火蚁让桃园县的花卉产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寒冬，台北市中华路的东湖岛被红火蚁入侵，这个消息传出后，盆花在花卉市场的价格应声下跌，许多客户不是取消订单，就是扣除货款不付。清款的时候，在退外的时候，清款的部分就会遭受了很多的障碍，比如说我们交货去的时候，他一定会跟你讲说，我现在检疫上面没有看到，那不表示你没有，那他就会扣款，那扣款的层数都是相当的庞大，那所以说就会造成了我们在收益的时候就造成很多的那种困扰。最重视红火蚁防治工作的就是受害最深的花农。
小试量果草种植的赵班长，在草皮出货前都会喷洒除杀剂，预防红果蚁随草皮往外扩散。他每天都在观察红果蚁，也越来越了解它的习性。我们就发现了很多，就是像这样没有蚁丘的地方，但是却是它的移动路线，这就是它的迁移动线。那你一旦在它的蚁窝干扰到它们的时候，它们就会开始顺着这种地道，然后开始迁移它的路线。真的？这个就是它的地道。哎，在半年打一次，在观察它的一个，它也在改变它。下雨的时候，它会迁移路线，好、跟。寻找它的迁移路线会有不同的方式，然后这个就是它平常的时候就已经有在做这种规划，所以说蚂蚁它也很聪明，它真的很聪明，它也是真的很聪明。在土地旁的柏油路边有一堆红果蚁的尸体，这是农民积极投入面蚁工作的成果，但是蚂蚁却怎么都灭不完。它在被耕地里面，或者是在没有人在管理的方面哦，就会很多像这种的蚁丘。那这种蚁丘里面哦，形成起来就是我们防疫的漏洞。因为我们的种苗场就在临近的当中，那它就很可能我们一直在灭，它就一直在搬移到我们的里面。所以说，这方面就是需要说政府单位来约束他们，然后是在管理他们。农委会并没有禁止农民贩售植栽，只是采用管理措施。但是实际执行业务的地方政府是否有足够的人力做好督导工作？灭蚁工作进行一年多来，农民都不满意政府的表现。有人说这是政府重不重视的心态问题。我希望说上面的人能够更积极、更有效率的那种防治方法下，而不是说。拿了一块大饼，然后叫大家去吃而已。好、现在看到的是政府单位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有在缓慢的状况下，但是这不是我说说就算了。好、因为大家都是有目共睹嘛，因为他们觉得说冬天那个红蚂蚁的生长速度还有它的危害速度没有那么快，所以说他们就有点缓慢了，然后。是不是在思绪，或者在思考，说他有更好的方法，还是怎样？那我们希望说有动作，让大家都知道。都在思考。对。澳洲是国际上红果蚁防治的模范生，他们总共花了六年的时间，付出40多亿台币的代价。成功的消灭了99%的红果蚁，而台湾计划在3年内编列1-2亿元的经费来灭蚁，这真是个高难度的挑战。冬天是红果蚁的沉潜期，但是防治工作却不能跟着进入冬眠。李院长3年灭蚁的承诺能否兑现，明年就可以知道答案。用红果蚁举一个例子啊，那大家可以体会到入侵种啊，它将来可能会造成的危害，以及我们要付上的代价啊，可能超过我们的想象啊。那目前像这个红果蚁的话，目前也在用生物防治的方法，想要把它做处理啊。最主要就是蚁后，如果你能够让那个蚁后能够没有办法产生卵的话，那你后面的动作就会容易很多啊，所以目前中央研究院他们也有最新的发展啊，在这个防治的工作上，所以会发现就是入侵种刚来的时候也许不以为意啊，但它真的造成危害的时候，要付上的代价可能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啊，所以它对经济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啊，那各种的活动啊，所以像现在。在考虑用生物防治的这种基因的处理方式来处理它的蚁后。那如果你有查一下最近有这个最新的报道，那因为上一次我们的上课把大家的时间拉得比较长，所以我们今天会早一点结束。
但是它的结束之前，就是你刚才那个活动单哈，让小组把它讨论完以后做组的作业。我们也会发一张三页的资料给大家做参考。我把资料发给大家，请大家讨论一下，然后写完了你们活动单就可以下课。上礼拜学习单，最后要记得交回来哦。还有没有交的吗？那是个人成绩，个人成绩的学习单，还有没有交的吗？没有交的让助教知道啊，他才能够登记一下。回到了吗？想我。写完了就可以先走，写完签好名啊。你就来随便比赛，我给你，对不对？对啊。确认一下，拜拜。拜拜。